早上8点啊，朋友们，昨天又过来两个车友啊，一个浙江的大姐和这个小哥，他们是在路上偶遇的。我们现在又多了两个人，所以多了两个人就面临一个做饭的问题啊。我们之前煮一锅饭刚好够吃，现在人太多了，煮一锅饭不够吃了，怎么办呢？现在在做饭，新来的大姐在做饭。我现在给她按了一下 AC，好了，熄火我不吧。叫了。熄火吧，熄火吧，别浪费油了，我一下子就给她搞定了。哎，小哥，不是这样子的，我打算。熄火吧，别浪费油了。你这烧了20多分钟了，葱也该葱一点了。我讲给你听啊。这个我昨天也是拔的，这个昨天也是拔的，昨天不是给你烧完水了吗？我都拔的，拔了就是说明还有电的嘛。那今天早上起来我就一直在那睡了，我都听到那个声音，我这是哪里嘘的声音？那是因为你 AC 没关吗？它一直220伏的启动在那里。哦，就是说这个没有关，总电源，总电源没关。你怎么不把那个总开关给关掉呢？啊，确实是没关啊。我服了你你了。关总电源，其他部分也可以，像你们这些粗心大意的，我怎么放心呢？哎呀，天哪，确实是啊，我是没关是事实。妈呀，肯定是没有关总电源，我你寻思这就是说，很危险的，不关总电源。哦，那可能就是烧水了。平常我要上，我是什么呢？我要上路的时候我就检查一遍，我就会关。那么昨天晚上我只是拔了这个，我就可能就忘记关了。可能就这个原因哈。可能就这个原因，下次记得关吧。哎呀，吓死宝宝了！一早上给我这么一个惊喜啊！好了，得了，那么等一下看开着走的时候看能不能。我看一下现在有没有充了一点电啊？刚才是零的，那就等于就是说是一点电都没有了啊！现在看充。那上面不是有显示屏吗？能有多少我电？看一下看啊。得到啊？显示屏看一下多少电，不就可以吗？你这个电源横不过来嘛，最好的都是横过来插东西也方便啊。你看我这手机上也拔电了。现在这上面有苍蝇。昨天我买了一点肉回来，还买了一点菜。今天我们早上就炒两个菜吧。锅啊，只带了一份吧。锅，没，你不是说昨天晚上说又没的煤气罐，因为江西大哥今天要走了。那煤气罐谁还？你还有煤气罐？那把煤气罐拿来吧。砧板没有。砧板呢？哦，没砧板。那不但是。那我们，这个是赢了算了嘛，那个他只带了一份，我们吃的是全部放了。正好的车上有砧板吧？没带，没带，就带了他一份。只带了一份。你没有菜板吗？菜板切菜的板。菜板。那这个就全就给我拿。要有了有了。这个拿给你们。那你的炒菜的锅呢？我看一下多大。炒菜锅在这里，只能是用这个哈，这个。哪里？多大？就是太小了，我这还小，这么大。不，我这个是烫平的，这个不能拿去炒菜。哪里？哪个？这个麦饭石的不行。这个可以。你看这个是好久没有用了。那不要紧的，就是要用铁锅炒菜，可以了。你的锅多大？这个是抹布了，你的是什么锅？我去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把这个洗一下，正好。把这个用那个纱网洗一下，用开水，用这个炒菜。什么锅？看一下，你在路上就用这么个锅吗？一路上没用啊？没用啊？不是你在外路上一路上怎么做饭吃的？不是够了吗？这要拿出来？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太小了。你自己的碗，吃饭的碗，拿我自己吃饭的碗就好了。吃饭的碗有，我说那个灶不用拿了吧？灶要啊，你的煤气灶。不是说灶要吗？煤气灶要。煤气。我把灶拿过来。我给你。好，拜拜，小哥。这个江西大哥今天要走了啊，我去外面找一段，也许我们在路上还会见面。好的，好的。也许我们在路上还会见面。那个感谢你在。我们还可以见面呢。
感谢你最近一段时间给我们做了这么多做顿饭了啊、哦。下次我们在路上自己姐，哎，自由妹，我就走。灯是亮的，有个灯是亮的哈，我看一下啊，你录个视频，你录个视频发给我，录个视频发给你啊，你看老是叫啊，啊，录个视频发给我，啊，小视频，好了，我先去问问他们，啊，这个灯啊，后面那个，现在，那个灯是可以打开亮的，这个贵州大姐一大早就把车点亮了啊，哎呀，她说这个副电瓶。没电了，一直在那里叫叫叫，不知道什么情况。现在自由姐把车倒一下，她的电瓶在这个豪姐这里充点电，她没电了。我感觉那个有点开不开前门吧，开了吧。可以。开了开就行。